我打个结吧，兄弟。没事，他不是 TP。为啥不是猴子呢？你们会输的，死吧！我给你个米其林轮胎，多兰顿。等我们的包壳好了以后，等个那个华丽流气弹与彗星再抠它。我知道不怎么疼，但是也得抠，攒个被动。慢慢抠他。学个二级抠吧。这姐咋这么怂呢？抠你一下，这波我们正好能升四啊！塔下兵非常多，现在我们先整个皮啊，整个皮，然后再塔下让他打我们，他死了 ，Q W 点炎拍地板，他只要 A 我一下。刚才他的血量就足以进我们的斩杀线。走了，回家了。先来个这个，哎，发电机，先整个发电机，把这药卖了，药不卖的话，我们蓝不够用，攒个100点蓝的上限，可以多放俩扣。先抠你一下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无限抠了。再抠你一下，吃个药。现在他有点炎啊，其实还是要小心点的。再抠你一下，他已经让我们抠的都不行了。再抠你一下，哎呀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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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药吃了。再抠你一下，你跟我互抠，我可不怕你，兄弟。抠你一下，他怎么生了呢？小伙子，你是真不怕死？准备啊，倒数，三。二一，再见！哎呀，闪一手好了，我先等他撞着我再闪呢。
闪现呢？闪现不让摁呢，创起来了有个控制效果。我寻思等他创完我他妈再摁，我怕一个闪我再创他雪球上了，这不哈哈 哈上节目了吗？小胖子去到了上路，我抠你一下。我再抠走位。24秒有大，你别让我抠着你啊！我不允在这放影子。嗯，那你就别吃炮车经验，我不允在塔下待着，那你就一辈子别出来，听见没？一辈子也别出来啊！你都再见了，小伙子，你别在我这玩了。我这一套不秒你吗？无解连招，除非他意识到他死了。雪人是挺烦人的，我发现雪人交闪了，可以。雪人骑士挺烦人呐，先来一个皮孩吧。我已经让这雪人侵害了我两波了，快进入他的身体，打不死啊这。哎，可以，干嘛不去野区抓努努？可以抓呀，不拆了啊，走，找他去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，直接跟我来，直接走，这波直接往下走。女警已经死了。哎，我好像补了个兵。哎呦我的双杀！我佛了，我抠你一下，还是很痛的呀，我再抠你一下。那雪人可能一会儿还得来啊，抠你一下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痛痛痛啊。再抠他我们可能会死，所以我决定回家了，不抠了。我估摸这个劫呀，应该是去上路了，他直勾勾的过去的，这是。哇，好惨的鳄鱼！我要写个惨字。
等他把 W 用完我们再杀他啊。这波最好是别用大。我抠你一下。500块钱呢，这么贵呀、啊。帮那鱼推波线吧。鳄鱼去中路收兵，我们帮鳄鱼推波线。正好把上路塔给他拆了，回家收割者。这大劫行啊，这大劫。这波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先出个这个，然后我们再来个这个。哎，这样就完美了。这俩出完以后，我们的法强有了，血量有了，然后杀音也能点杀音书了。哎，挺好。我现在别的不想，我就想见着这努努就大。可以。挺好，我们找努努去啊，看看这努努上哪去。我估计这努努100%得往下走。就在野去晃，知道吧？就在野去晃，先抠个拉克斯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！你说我不去找你，你为什么就非得要过来？我不想杀你，不想杀你，我想杀这努努。这波杰搁旁边呢，我们还不能上，贼烦。我抠你一下，我拍你一下。这拉克斯就像这一个脱光衣服的美女站在我面前，来回晃悠。非得要勾引我，那努努在干什么？哇，走，杀努努去，搁这儿呢啊！来来来来来。死的有点快，给个蓝吧，兄弟，谢谢大哥。这石头人伤害是真高啊，这英雄啊。然后我就 R 他了呗，那怎么整？你说？抠着努努一下，差点没给这努努抠死。别急啊，等一会儿，看看这波怎么说。
我杀你妹妹！这里有眼儿，傻了吧？我帮你 Q 他，你回头 A 他。你杀了杀金克斯，哎哎呵呵，回家，哎，一会儿努努能不能来了呀？先来个这个啊，1250，哎呀，钱不够啊。那算了吧，那只能先来个这个了，先来个世界专注。没事，杀银叔现在还没满呢，不着急，等他十层我们再换也行。杰的话可以杀吧，看这俩人站不站一块儿啊。努努啊，回回的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死不了，怎么的瞄你，你有脾气啊，你脾气大得很哦。好抠，我抠你一下，我差点没把你给抠死。抠你一下，可以。努努是不推血球的了？我抠你一下。哎呀！救命啊！天哪！哎，还有助攻，漂亮！给我堵那嘎达了，刚才直接给我堵那儿了。估计女警那么多血，我们一个抠他都能死。哎，好抠！A 他一下，可以。暗行之爪吗？哎，没有暗行之爪，怎么回事呢？你好。我抠你一下呀，投降了。二三那个。